劉慧卿議員。主席，民主黨是不可以支持這個預算案。上個月，聯合國的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權利公約委員會在日內瓦開聆訊，最近亦都出了它的結論，就香港的社會、經濟、文化各方面，很多市民是得不到的益處，他們是提出了批評。委員會當然亦都說，當市民是沒有這個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，是會直接影響到他們是可不可以享有經社民的權利。他們這個看法呢，對中國大陸的批評呢，尤其是嚴厲的，但是對特區呢，亦都同樣適用。委員會都看到，我們大家都看到，特區政府是坐擁超過萬億的錢，但是在房屋、在醫療、在福利、在教育各方面，不是不做事，但是仍然有這麼多的不足。在教育那裡，令到很多貧窮的兒童、弱勢的兒童、少數族裔的兒童，是不能有平等的受到好質素的教育的機會，而教育呢，是繼續去私有化，令到有錢的家人呢，是可以享有到，而其他人呢，是得不到平等的權利。所以就算很多年輕人讀了書，讀埋大學了，或者攞副學士學位出嚟，一身債，亦都揾唔到工作。所以點解主席有咁多年青人係憤怒難平？咪就係呢個政策出嚟，我唔係話淨係梁振英，係以往嘅政府都有。但係你今時今日執緊政，你就要負責，唔係好似梁振英話齋，哇盤棋咁樣嘅，我點捉啊？喂，你冇本事捉啊，你就唔好去選啦。有咩棋，有咩牌喺你手，你就要打㗎啦。但係你哋當局係冇咁嘅能量，冇咁嘅本事。房屋係香港頭號嘅問題，全世界都知㗎啦。但係搵唔到地方去起屋，搵親就個個都嘈住你嘅。所以剛才田議員講行政立法關係呢個係啦，但係政府同市民嘅關係又係點啊？前嗰排又要請幾個區議會主席、副主席去禮賓府食飯，去哀佢俾啲地，但係佢哋出到嚟，梁志祥議員啊，佢主席啊，區議會，佢都話：喂，你要聽下地區嘅意見喎。點解特區政府咁冇能力去說服社會，大家一齊去做嘢，去為公益喎？點解咁多市民係唔信任政府呢？是覺得你的政策是官商勾結，是只是有自己人用人為親的。現在最近看到醫管這個機管局，這個貿發局烏煙瘴氣，你又做主席一年，你又跟我調位，你現在做什麼玩音樂椅啊，主席？所以看到這些各樣的問題，即市民是很生氣的。全民退休保障，財政司司長說我們講了四五十年了，嘩，有個市民聽到整個跳起，嘩，有幾多個四五十年啊？為什麼這樣的事亦都沒有能力去處理？周永新教授出個報告，現在又說不是，我又有個工作小組，又有些新東西，你又去調教一下你的報告，怎樣令到市民信服啊？主席，醫療那些老人家或者其他市民都不知道多緊張，搞來搞去都搞不到。我哋民主黨就同自由黨就傾下揾多幾個醫生，但係嗰個唔係解決曬個問題。即係大家睇到，哇！如果你係第四世界國家，攞招唔得晚，爭人好多錢嘅，都話你大把錢，全世界最有錢嘅城市之一。但係呢啲基本嘅教育、醫療、福利、退休保障冚唪唥一籌莫展。咁點解呀？原來同議會嘅關係又緊張到不得了，喺街又成日俾人追住嚟鬧。嘩，咁樣嘅政府點搞呀？所以主席，我哋民主黨亦都係好緊張，香港要有一個優良嘅營商環境。我講過好多次，
如果沒有人來投資，沒有人在這裏做生意，又誰去提供就業機會呢？我們不可以只靠政府啊，一路搞很多公務員、非公務員職位的嘛。我們都是希望商界，我自己接觸的商界主席其實很多都生氣爆的，很多就覺得他又在那裡輸送利益給他的老友，其他那些覺得你都不顧他們死活的啊，所以有時候說你官商勾結就是跟你喜歡的那些去勾結，但是很多呢啊，就其實真的生氣得很厲害。點啊？個租嚇，租貴到咧，直情就冇得做。你就飲得佢，哎呀，起多啲，整多啲標標鋪啦，整多啲賣化妝品啦，嚇，賣奶粉啦。喂，你哋連嗰樣個承受能力啊，你哋都做唔好，要靠我哋立法會秘書處啊，主席，我喺度大讚我哋秘書處嗰份文件出咗嚇，即係我哋秘書處有幾多資源啊？得幾個人就去做，做啲嘢都好過你哋咁多。攞咁多錢嘅職員去做，但係你個報告做唔好，就表示你個政策出咗問題啦嘛。咁同埋我哋係咪淨係要靠嚇，旅遊嘅咧？即係嗱，其實創新科技，我哋喺事務委員會個個都支持到不得了。嚇，阿處長阿黃榮親真處長，佢都哎呀，啲議員好支持我噶，嚟親攞咩我哋都俾嘅，但係又搞唔到喎。我都問咗佢好多次，喂，我哋咁支持你，又冇人拉布，乜都冇咯，又唔得嘅，點解唔喺創新科技做多啲嘢咧？咁而家就要開個位啊，主席，開個位啊，要搞多好多個位，而家咧就好多爭議啦。咁所以，唉，係咪真係要開個位先做得到咧？有啲嘢明明議會係好支持，但係我睇唔到你做到嚇，好多嘢議會反對，當局亦都冇能力去擺平嗰啲爭議，都話咯。阿林鄭月娥司長講過好多次，佢都唔想我就引用佢，我都要引用佢。佢話我哋政府知道，如果個社會冇爭議，立法會係唔會為難我哋嘅。我覺得佢係好公道。你估我哋真係食飽飯冇嘢做咩，主席？咁所以我哋睇到有咁多好深層次嘅問題嘅矛盾，而當局是坐擁過萬億的錢都不肯去嘗試去處理這些問題，我們是感覺到呢是非常之憤怒，貧窮的人口一路在這裡增加，弱勢的社群是得不到足夠的保障，那這個預算案又怎會值得支持呢？雖然你是有些事是在做，但是看不到你有長遠的承擔，不要講長遠啦，就算下個月我相信你也看不到。所以主席，民主黨是很難會去支持這個預算案。我們覺得當局是應該是要盡力發揮跟社會大家去溝通，跟議會去溝通，大家找一下有什麼共通點，一起去找個共識才有得行的。如果不是好像林鄭司長說，誰給你一條路你行啊？而議會裏面大部分的議員是希望啲嘢係可以做成的，而嗰啲嘢係得到議會同埋外邊好多市民都支持嘅，未必係全部，但係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係好公道嘅。你攞到啲嘢出嚟係應該係大家係覺得係為社會好嘅，唔係為一啲人嘅私利咧，市民係會支持嘅。點解當局咁困難？在這麼多個議題都找不到個解決辦法呢？這個呢，我們是覺得很憤怒。我當然會說話啊，普選這個我們是很贊成，但是我都不會說普選是萬應靈丹，那個是一定要做，但是就算我們現在未有普選，也都不知道何時才會有，但是當局你們大家每個月都出這麼多錢的糧，你們拿市民這麼多的俸祿，是有責任同議會同社會大家一起去合作去尋求共識，不是當我們好像殺父仇人一樣。主席，最近行政長官來的時候，我們聽到報紙報啦，都很真實的了吧，原來他帶著個稿就是準備有什麼事呢，就率領所有的官員一起呢是抗議離場。
你說多絕劣啊，主席。你做到行政長官，如果要出此下策，我想問一下當局，你可以離場多少次啊？你是不是只在大會離場，抑或是我們的委員會都離場啊？那如果是這樣，不如你們鞠躬下台吧，因為這個表示你們已經再沒有能力去管治香港，沒有能力跟議會去合作。我希望各位官員即是涉高枕頭想一下，就算真的行政長官想要率領你們離場，你們是不是都同意呢？你們是有沒有腦袋的呢？主席，至於拉布的問題，我明白主席你是按議事規則去做事，所有在這個大廳裡面發生的事情，你容許就是因為不是你個人的喜好，而是你是按議事規則去做。所以甚至有些人說行政長官或者主要官員是不是寫信給你，打電話給你，是不是給壓力你，但是無論怎都好，你會做的事就是按議事規則去做。咁至於我哋係咪要改下啲規矩去處理嚇、啊？有啲議員有好多嘅修訂，好多嘅發言，呢、這個我哋亦都係按規矩去做。咁而家主席你都知道有案喺法院，我哋希望等嗰度。但係咧，主席，我希望你永遠都係公開、公平、公正，係按議事規則去做。你坐得喺嗰個位置，就會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，我希望你亦都可以繼續抵擋這些壓力。我亦都呼籲啲人呢，不要亂給壓力我們的主席，這個是即係表示是給壓力立法會。如果你貶低了立法會，或者啊對主席這樣呢，其實是對我們整個議會是不敬，而我們呢大家議員亦都不會接受。即係我們現在是要找個位置大家去合作，是為社會是找到一些大家都同意的答案一起去行。很多調查都說我們的競爭力一路一路跌嘛，你問一下議員，你問一下商界，問一下其他人為什麼、很多人就是直指特區政府，就覺得你們做事是很沒有能力，是很沒有用的。我們議會當然亦都有好多麻煩喺度，我哋自己亦要處理。但係好多嘢亦都係因為當局提交啲嘢嚟到，大家唔可以接受，先至有呢啲咁嘅反應。所以成件事，我希望大家都反省一下。但係作為特區嘅行政機關，係絕對有呢個責任，唔係淨係講我哋呢個預算案，係去回應而家社會面對所謂所有的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各方面的問題，當然亦都要面對政制的問題。所以主席，我希望特區的官員不要說唉鬆一口氣啦，搞了那麼多天都知道搞完啦，就不要用這樣的心態。因為你們天天都要來這裡開會的，想走出去，想抗議離場，如果是這樣，我就請你們鞠躬下台啦，我謹此陳辭，反對預算案。